有看过筷子夹苍蝇的绝技吗？电影上。电影。那你有没有看过筷子就是这样？他从来没有对我认真变魔术过，从来没有。你不是恶整我，不然就在搞笑，不然就唱歌，不然就一些虫啊、喷水啊，一些莫名其妙。哇！我一直选一张是好，包给大家看好，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。好，然后把你的这张牌，然后把它推进去。哎，我怎么跑上来了？跑上来了？什么时候？真的，你真的是冠军？哇塞！是不是应该常常要认真变魔术？的确是，不要再拿水喷人了。我每次都不认真。它是一个玩具的一种啊。对，好，拿掉，跑回来，再一次，拿掉，等一下，在这里跑车，走了太小是不是？你以为我很好整吗？我早就知道你藏在哪里了，所以你觉得不够？不够啊，不够，那这个硬币这样子有没有就够了 ？OK， 这个我接受，这个好大哦。太扯了！可以。黑人问号，馒头问号，来个性感的 pose 来。好了。